懒得阅读密密麻麻的长文吗？点一下订阅，就能轻轻松松看影片，掌握最新苹果 iPhone 资讯。台湾 ChatGPT iOS 版终于上架，支援 iPhone 语音输入无所不达。在这个数位时代，智慧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，我们都习惯于使用手机来处理各种事务。而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发展，智能助手也越来越受到欢迎。在台湾 ，ChatGPT iOS 版的上架给我们带来了更多便利。它支援 iPhone 语音输入，无所不达。ChatGPT iOS 版功能：问问题找答案，像是你问我宇宙的奥秘是什么。ChatGPT 会回答你宇宙的奥秘，就像一个超级大谜题，连宇宙自己都还在想要答案呢。快乐时间：如果你感到沮丧或压力大，告诉我你需要些什么笑话。ChatGPT 会给你讲个笑话，让你笑出肚子痛。只需说给我一个笑话，我就会倾囊相授，让你忘却烦恼，了解世界。不仅仅只会开玩笑， ChatGPT 也很懂世界知识。无论你对历史、科学、文学或其他任何领域有疑问，我都可以给你提供有趣的资讯。ChatGPT 是你的全方位智能团，创意激发。如果你正在写作或需要一些创意灵感，告诉我你需要什么类型的故事或想法， ChatGPT 会努力为你带来一个令人惊艳的故事。将 ChatGPT 视为你的无穷创意泉源。 ChatGPT 免费版和付费版差异。首先， ChatGPT 免费版是完全免费的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来生成文字内容，这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无需付费即可体验强大语言生成能力的机会。 ChatGPT 免费版还提供了给定输入提示的能力，当我们给出一些文字提示后，它可以根据这些提示生成相应的内容，这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学习和探索模型能力的机会。 ChatGPT 付费 Plus 版用户享有优先访问权限，这意味着在使用模型时， Plus 版用户的请求会优先处理，从而提高了用户的等待时间和回应速度。 Plus 版用户可以获得更长的回应，免费版的限制在于每次回应的长度，而 Plus 版则提供了更大的文字生成容量，可以生成更长的内容，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。以上是苹果 iNews 报道。